超耐磨木地板优缺点，优点，耐刮耐磨度高，产品稳定性高，好清洁，好维护，纹路，颜色选择多样，表层防泼水，属于环保建材，可配合地暖做使用。缺点，四周伸缩缝需留较大，不同区域需用区隔条区分，湿拖时需把拖把拧干至不会滴水的程度，因为是木头材质，泡水严重会膨胀。